喝完醒酒汤，再歇歇。哥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，跟你们家吵成这样？也无非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。海浪头还疼吗？若是睡不着，就搂着我，陪着二郎。你愿意永远都陪着我吗？永远陪着。不管我是不是侯府的嫡子，我当初认识二郎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你就是侯府嫡子啊。满娘，我可能不能像从前那样为你一掷千金了。那好，我可能得靠卖力气活过日子。你得去江西缝补，这样我们才能吃口饭。这样的生活，还愿意跟着我吗？二郎这么威风凛凛的人物，怎么会去吃力气饭呢？我的科考之路被官家断送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可能真的得靠力气活过日子了。只有你，只有这一个家了。我们一家。